哎，慧兰，啊，来，看咱家的葱又缺水了。爹，我妈都给它薅了。啊，这好吃。哎，你拿鸡蛋干啥呀？我看我爷那牙，他吃东西费劲呢，那没牙了。我寻思整点鸡蛋。啊，你想咋吃呢？鸡蛋呢？一会儿我寻思，昨天还剩点这个肘子肉。嗯。 一会儿蒸点鸡蛋糕，把肘子肉往上一铺，感觉那挺好吃的。哎呀，这肘子肉这家呼的挺烂乎，昨天的。嗯，行哈。嗯。8个鸡蛋够了吧？8个差不多。打点鸡蛋啊！这笨鸡蛋能化胶房里头啊、嗯，都是笨蛋，正经蛋似的。这鸡蛋糕里边放点肘子，真是太酷了！鸡蛋全给它打脸。使出9牛2虎之力啊，把这鸡蛋搅散。 这肘子肉呢，咱切成小块啊。这韭菜都长这么高了，哎呀，呀，家伙，还长个小花呢。这咱自己家韭菜。 长得瞅的不太大呢，那还没到时候呢，还得过一段啊。咋的还得个1月8的？你看你老人家那大葱，人大棚里的长得就快。咱调一个盐水啊，来点盐，开水。 搅匀呢，倒鸡蛋里，出这些沫子哈，嗯，给它打一打，这都不要了。肘子肉呢，给它下里，嘿，给它晃一晃，让它散开。咱这小韭菜嫩呢。哎呀，咱家的小韭菜味儿还好呢。嗯，香是吧？哎呀。 清香啊！咱来上一点小海鲜啊，小虾米。别回来，老爸。哎，好嘞。这是啥好吃的？这肘子鸡蛋糕，咱给它做帘上啊，下锅里。最后再封上一点油啊，这是菜籽油。 盖上锅盖呢，咱给它蒸20分钟。呀，这鸡蛋糕蒸好了，咱这肘子鸡蛋糕就做好了，嘎嘎好吃。哎，这回你那啥吧，尝尝这鸡蛋糕吧。哎，好姐，好，做个小鸡蛋糕，太嫩了，这一整都碎了。啊，这上面还有肘子呢。哎，好，蒸的可挺嫩的。 还没人整过呢，主要是。嗯，看能鲜亮吗？嗯，这火候好。嗯嗯，不老。这鸡蛋要是一老了吧，这起毛孔眼就不好。嗯，嫩挺好。这咱家园子那个小韭菜。啊，挺好，这味儿好。 哎呀！ 哎呀，这不行，这太热呀！晾着吧。太热吃好吃的，还是吃个热乎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。烫嘴呀！小姐，嗯，这鸡蛋糕，这火候掌握可挺厉害。嗯，不然好掌握点。火烧的好啊。嗯。哈哈。 那就，啊！哎呀，这早上喝点鸡蛋糕挺好。哎，不要太热。挺香啊，真的。那这里头还有肘子，还有小海鲜，能不香吗？嗯。呀，这肘子衬底儿呢。你在底下挖呀？好。你爱吃肘子啊？嗯 等咱这韭菜包个韭菜盒啥的也行，啊，没那些呀。嗯，这不点儿呢韭菜。这底下都有肘子肉，这吃点肘子肉挺香。嗯嗯，这鸡蛋糕就是拌饭。嗯，咋的？热了？烫了。 这干嘛？你看他老人家大葱葱吧，吧？嗯，看他老人家大葱葱啊。好，这葱长得壮了，长这么快了，你壮实哈。多快！你看这一下没去，你看长这些。嗯嗯，那两天还有葱苗呢。嗯，一天一个样，这青菜就是这样，一天一个样。大黄领导。嗯。 味道好啊，大棚长的葱哈，嗯，还行，嗯，咱家那葱也行了，但没几颗，人家呢多呀。嗯嗯，你这搭配的这鸡蛋糕太好了，嗯，啊，搁点肘子肉多好啊，嗯，没这吃过哈，韭菜，有肉有蛋。 还有菜，阿姨，好，我看你是一点点烤的哈。我咋的烫一下子，后儿我就不敢啃进那个大块了。我看我那，嗯，这块儿这要是叫同一个井里的是真正瞎子，我不能烫一下太大了。行，加小点。哎呀，朋友们，这小鸡蛋糕你就吃去吧，搁点这个肘子肉。 往里拌呢啊，再放点这个小韭菜，还有这个虾米。这个虾米跟这个鸡蛋特别搭，特别鲜亮。好，这期视频到这了啊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感谢支持，拜拜。